嘿、hey,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兔哥的决斗城堡。这次要介绍的是破蟹牌组。这副牌组是借由卡牌破坏来进行运作的，动点普遍比当前环境的其他主题还要多。今天就来看看这副影帝等级的连接牌组吧。首先是他们的优点，有着特殊的连接召唤方式，可以将对方怪兽当作连接素材。另外，本家怪兽有各种围绕着破坏的方便效果，可以以此延伸出很多东西。接着是他们的缺点，可以尽量以非破坏手段来进行干扰，避免他们开始演起来。另外又是许多主题的通病，可以针对目的运作来进行压制。接着是牌组构成的环节，主要的核心卡牌有下这些，马上来进入介绍的部分吧。首先是破蟹童子安若班，它的效果一是优质的特召效果，经常作为出动卡，除了可以特召自身上场之外，也能顺势应用本家后台的效果二，迅速从牌组调度出大量本家资源。效果二是这个系列的特色之一，可以藉由破坏来进行运作，不仅有着强大的调度能力，如果对方不用非破坏手段进攻，很难突破我们的层层防御。紧接着是破蟹童子拉奇安，他的效果一和安若班相比，少了特召但多了恶速优势，可以在对方回合进行一些操作，进一步说是和其他本家卡牌配合完成一些干扰。最后一只下怪是破蟹童子梭罗摩，它的效果一是墓地资源回收效果，同样能进一步与其他本家卡牌来配合做一些事情。接着来看到主要牌组的本家上级怪兽，首先是破蟹神的霍林，它的效果一是需要积少成多的打点提升效果，在目前环境的快节奏之下，不会是重点应用的效果。效果二是这副牌组的另一大特色，可以抓对方的怪兽来当连结素材，这是相当好用的结场手段。效果三和前面介绍的本家下怪有所差异，但同样也为这副牌组的层层防守做出了贡献。最后一只要介绍的主要牌组本家怪兽是这只双级破蟹神，由于一回合只能特召它一次，所以效果一和效果三需看场合使用。效果一是优质的特召效果，可以藉由其他本家卡牌的效果上场，本身也拥有高打点，可作为主力打手。效果二是还不算太差的卡牌破坏效果。效果三是非常强大的墓地特召效果，加上本身的3000高打点以及其他本家怪兽所构成的防线，会是对方非常头痛的怪兽。接着看到本家后台的部分，首先是双王之蟹，效果一是非常经典的本家卡牌检索效果，视情况上手当下需要的本家资源。效果二是本家后台的共同效果，也是非常优质的本家怪兽特召效果，这也是这副牌组目前非常难缠的原因之一。盖下去当假后台基本上也不亏，除非用雨炫来拆，否则对方拆下去可能还是在帮我们运作。接着是破蟹双极，它的效果一是非常实用的本家怪兽墓地特召效果，它的效果一是非常优质的本家怪兽墓地特召效果，常见应用是抓准时机在对方回合叫出藏在墓地的破蟹神拉基安，再靠它的效果来干扰对手运作。再来是破蟹倡导，它的效果一是使用的卡牌破坏效果，破坏对方卡牌的同时，也能好好应用破蟹怪兽的效果来继续运作。最后一部分要来看到他们的连结怪兽，首先是破蟹神拉基安，它的效果一是这副牌组防守时相当依赖的干扰效果，虽然也是有其他本家怪兽有类似效果，但目前只有它能在对方回合发动，我们经常会借此跳出破蟹神安若盘。它的效果二和前面的本家下怪本家上怪又有所不同了，本家连结大怪可以从墓地回收怪兽资源。接着是破蟹神安若盘，它的效果一可以将对方怪兽作为连结素材，我们可能会以此循序渐进将王牌怪兽来营叠出来。最后是这副牌组的王牌怪兽破蟹双王神来营，它的三个效果都可以进行卡牌破坏，使用得当绝对会是一只非常优秀的定场怪兽。接着是选搭卡牌的环节，第一部分是推荐混搭邪恶双子，他们两个系列有着许多共同特点，可以考虑混搭。接着是强力单卡的部分，这边会很推荐风暴，反正本家后台被破坏也不会说很亏。最后是泛用额外怪兽的部分，其实都是老熟人了，我就不多做赘述了。由以上分析，我们可以组出这样的牌组。
接着是核心卡牌的获取管道，这个系列的卡牌现在都在同一个卡盒， CP 值还算蛮高的。接着是推荐技能的环节，破线目前并没有专属技能，只有相对合适的技能。首先是本次采用的恶魔族的交易，这个技能主要是增加稳定性，开局不慎卡手时可以将手上的上级怪兽换掉。接着是连结黑暗龙骑，这个技能则是可以多赚一些生命值，让某些伤害算得比较刚好的牌组比较难一波拿下胜利，而且还能暂时提高我方怪兽的打点。最后来看一下这副牌组的常见玩法，这副牌组虽然是眼牌，但其实也不用太担心，他们光是下限就很高了，就算出现了一些小型失误，也可能想得到其他补救方案。开局较佳的选项是安若班，可以和本家后台配合，让开局能调度出一些本家资源，方便后续的展开。防守布阵建议可以做出破蟹神拉基安配合后台来进行防守，如果资源够的话，还可以把王牌怪兽莱茵给叫出来。进攻方面基本上就很简单，只要靠着各种卡牌破坏效果配合本家怪兽的攻击就堪用了。最后来看一些实战画面吧。喜欢我的影片的朋友们，欢迎订阅、按赞，并且按下小铃铛，这样就可以收到最新的上片通知哦。